利用它缩略过 x 是 x 减一分之 x 三方减一 ，cube x 是 x 平方加 x 加一。问你缩略跟 g 它两个函数有没有一样？好，那我们说两个函数要一样，就是它的定义要一样，第二个它的对应的方式要一样。那我们看到这个，我们一看，哎，这个如果把它约掉，不就是 x 平方加 x 加一吗？但是在这个前提下，约掉的前提下是 x 要不等于一，好，就是说你有一个先决条件。它的定义里面就是 x 不能等于一，然后它对应出来是 x 平方加 x 加一。那这个 g 有 x， 它就是 x 平方加 x 加一，跟它一样没错，但是它并不需要 x 不等于一，所以它的定义域本身是不一样。虽然对应的方式差不多，只有差这个 x 等于一啊，等于一的时候，它有一个不等于一，有一个等于一，可以，但是这样两个就不一样。定义不一样，那它这个 x 等于一是有定义的，这个没有，那它怎么会一样呢？当然就不一样了，看看有没有听。